我们住手！ 从现在起，我们不打无辜的人了。你是谁？想干什么？让你们看看公正的判决。抓住他！ 抓住他！傻瓜，抓住他！啊！哦！你们首先把修道士弗朗西斯库放了。啊！现在去抓真的罪犯，受贿的法官，作假的证人，这个狠毒的执法官。 留你一条狗命，中士。哦，那是佐罗的记号。佐罗，你走，修道士，让孩子们留下，看看法律是公允的。 现在判决，罚他们以三倍于他们打修道士的鞭数。好，冲！这只是开个头。